对对对，现在就刚开始开，就说我们公司谁敢开嘛？不是，不是这样子，如果有私钥期的吗？啥都不懂，对吧？对，那个，我弄我也还不能少啊。说实话，如果真的放心，你能开这司机，肯定不会说在爱地方你能开，肯定不会的，肯定是关注你的。拉拉的，上次上面这个，相信，就你们的那个一个精神状态的问题。没有，其实这里你们两个人可以拉的。就是说，这前面的人看到偏了，就可以动一下。我不想太多的。没有，我不想太多的。一个人还跑出去了。太多的运动，不会。他加价的话，他也没时间。如果划算。为什么这个会两个切不断？它切到垫下就可以了。